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咧今日嚟到海港城啦，出席新春富豪財神嘅活動。我係今日嘅大會司儀李黃嘅君。就為咗迎接啊星球雞年嘅嚟臨啦，咁海港城咧由即日起至2月14日期間咧，就會咧喺海港城海運大廈露天廣場呢一度咧，設置咧以感恩為主題嘅新年佈置啦。咁寓意咧，寓意吉祥，年年有餘，步步高升，祝願大家新一年咧如魚得水啦！中间，我先拍一下中间。好，你两人把车。我们拍几张哈，然后我们往我们的左边拍几张，然后我们等一下就再回来几个哈。好，再回来中间。好，然后可以转一点到右边的，让我们右边的美女朋友也看到。对，因为这个狮头刚好这边好，还有我们的小明大哥很有气势的拿着这个狮头为我们这个活动剪开这个活动蛮重的，对不对？小明大哥，欢迎小明大哥出席我们今天的活动，欢迎来到海港城。小明大哥你好，也我也先恭喜你，因为快当爸爸了，我替你很高兴，也谢谢你今天出席我们这个活动。那其实呢，小明大哥，你知道吗？是爸爸才是这个活动呢，算是 baby 的英雄吧，因为从2019年开始呢 ，baby 呢就每一年呢都来到这边跟大家见面，不知不觉已经8年了。那所以我们也特别有一个小礼物，我特别制作了一个非常感动，过去8年他来这边的一些漂亮的照片，每一次看都很漂亮，可以让我们美女朋友拍一拍吧。所以这个小礼物是送给你们，因为呢过去8年给你的都是很漂亮的，然后很支持支持我们的。Yeah.
Thank you.
可以吧？你干啥呢？